热锅、云锅，架势十足。七岁的陈巧玲露一手煎饼皮，好厨艺源自耳濡目染。爸妈从2011年开始茹素，亲子时光经常一起下厨，包饺子、煲汤都是拿手菜。我2岁开始吃全素，我吃素长大的，身体健康，很少生病。他的免疫力一直很好，不会因为流感而生病，并且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明白说，实际上素食对小朋友是最好的，因为小朋友的肠胃还很弱，所以说吃素食对小朋友来说是最好，这个我们一直心很定。一家三口都茹素，更在男主人陈德兴脑瘤开刀后坚定恒持信念。这边是1月26号，这里是2月23，然后这是3月14，也是非常快的。陈巧玲的飙风式长高，让妈妈在家长群组里推素不费吹灰之力。发微信问我说：“巧玲从小都吃素，太了不起了。”问我们是怎么煮给她吃的。他们家的小朋友吃几片青，让他吃几片青菜都很难。江南好，风景旧城安，日出江花红胜火，春来江水绿如蓝，能不忆江南。个头高，脑袋里的知识同步飙高。要怎么样啊？说实话。对，要诚实，是不是啊？诚实守信。哦，要诚实守信。施工上人说什么呀？诚正信实。哦，对，要诚正信实。我们要做一个诚实的好孩子，对不对啊？这幅画是我画的，我画的是树在馆，里面有西红柿和桃子。我画这幅画的原因是想让大家一起来吃树。祝福新闻，真善美志工徐雅玲、陈丽飞，福建报道。